女士们、先生们，为了您的安全和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提醒您注意以下观赛礼仪。请您持票入场，对号入座。比赛过程当中，请您尽量保持赛场安静，并且关闭您的手机或者将手机调整到静音状态。在比赛进行当中，请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以免干扰双方运动员。我们真诚感谢您对赛事的支持，并祝您观赛愉快。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etiquette. Please keep quiet and turn off your phone or adjust it to a silent mode, and do not use flashlight during the competition.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中国征途，世界球童，女士们、先生们，乔氏杯第十二届中式台球大师赛总决赛比赛第四阶段外部决赛即将开始。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迎接运动员。From China with love, ladies and gentlemen, Joy Cup the 12th Heyball Master Grand Finals will begin now. Let's now welcome the athlete.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首先用掌声请出来自中国的唐春晓。
Tang Chunxiao from China. Let's welcome Chu Bingjie from China. Bingjie获得开球选择权。现在是败部的决赛，比赛现时2:20，抢持9局。由现在画面给到的国内球员唐春晓，对阵另外一位楚炳杰。男子球员与女子球员礼让先一，先一就是双方选定颜色之后呢，剪掉一颗。由于是败部的比赛，输掉的球员呢会被淘汰掉，直接进入到第三位。现在呢是败部的决赛，胜方将进入到明天的决赛。 花色，好，打进，来看一下先一，12号，选了12号。 继续啊，11号球蹬下来，向上的角度有点大，这个位置呢想要去顶一下8号跟7，走的有点过啊，稍微，先来看准度，哎，稍微还是带点低杆。
没有打进。再来看左边中带啊，角度。没问题。白球位置上来，再走。好，先把四打掉，然后看六啊，可以调左边的中带，留一点向上的角度叫五。好，左边再来。继续啊，右边中低杆下来，黑八调中带。第一局楚炳杰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唐春晓开球。有球扎进，好，选颜色啊。左边中带还是好选的。来看这位，15减掉。
向下角都有啊，轻轻一推，左下啊，十二有一点点向上的中高杆，可以左边过来，十四打右下，这样下方稍微离近的两颗就可以打掉了。顶开没问题啊，好，来看这杆打十四可以向上的，先把十三叫掉，留一个向画面左边或者一点比较直的角度啊，然后十三可以下来，十一这边可以调八号的右中。稍稍带一点中高杆啊，边库登上去，然后看角度，角度，右上还不是直球，蹭了一点点五号，因为这球并没有叫出向左或者是直线的低杆下来啊。那左下来，准一杆。再来，右中。第二局，唐军小胜，比分1-1，开球清台。三局，楚秉杰开球。有球扎进，选球还是好选的。右下、右上，还有左边、下方，啊，左上，单色二号，好，再来，看这杆啊，有把握可以把黄一打了，红三下来。红三，来看这杆过渡啊，下方两边底带过渡，叫左边的一颗呢，就可以把左边的底带带口先让出来。好，下来看这位置啊，首先来看一下四。四号有都可以先打，
推敲弹起，两边底带，留一颗叫黑八。没问题。第三局楚炳杰胜，比分2-1，开球新台。谢谢。四局，唐春晓开球。中带差了一点点啊，七号停到了带口。选颜色，中带五号，一打一顶，上方4224的无所谓啊，打进之后呢，下方再来看七中带往下走，两边底带过渡六的左边中带。再来右上二打进，然后七中带下来，这里边下方这几颗球要注意一下八号的一个交位的带口。好，来看这杆啊，轻推就自然走一个中间花色的缝隙下来，两边三一包括六都可以叫。看这杆啊，左下方红三，稍稍带点低杆往回缩，再看中带角度，有一点向上，杆法稍低一点，右边一横。哎，再来看黄一，还比较直啊。这个球底带没有的话叫中带也可以，点进即可。有点身材球。左边的中带。
四局，楚秉杰胜，比分3-1。谢谢。好的，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此刻来到了我们稍微放松一下的录制时刻。稍后我们的镜头会对准这里，那么我们的幸运观众将会在大家当中产生。所以说，让我们用你们的热情吸引正向观众的注意。让我们开始倒数：5、4、3、2、1，镜头推进。恭喜这位男生现在拍摄美美的自己的女婿，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礼物。好，镜头继续寻找下一位幸运观众。Hello， 你好，这位笑容非常灿烂的大哥。好的，先给大家打个样，镜头开始动起来，3、2、1，哎，镜头还没到了，这个别棒啊！下一位请揭晓。第五局，楚秉杰开球。继续的有球扎进啊！今天一上来，楚秉杰的这个开球进球率还是非常高的。花色打进中带，好，下方底带有啊。13是没有挡的，完全够下。拿左边的中带15再调一杆啊，留点向上的角度，对，13向上，解决右边14的问题。最好可以一尺库呢，稍稍勾一下二号球，白球往上走，留一个14右下角，白球往左的角度。勾到。勾到之后呢，也勾到了14啊，这个位置。中带没问题，继续啊，叫到这儿就是叫了个11右中，没有打进，漏机会了。目前来看啊，单色就是上方一颗6号的库边球。
先打一颗，好，推下下来，下方可以把气打掉，这位置也不需要留。好，再来。右下方的这个杆角度还稍微有点大，我看这杆较位。打进，没问题啊，中台不留了。但是这个球较六一定要较点角度。叫成类似于现在的二号斜向打六的角度。好，再来啊，稍微带点中低杆，横向弹起叫四。没有问题，白球，有这球还有的打，要看角度，关键自己的八号球在下方，尽量的要把白球往下叫。好，再来左下，看长台的准度，没问题。第五局，长春小胜，比分2-3。六局，唐春晓开球。左边进两颗中带啊，这很关键啊。来看一下，过线两颗，中带进一颗，好。四号再进，这才刚刚满足了四球过线。好，选颜色。包中带，打进一勾，右中还有，减掉一颗，15。
14号。嗯，减掉14。15后面留着有机会可以打中带。没有打进。轻推了一杆，看了一眼下方的薄边位置啊，左边的传球，传一杆，传进，有这球要看看翻带了，直接打还不好打，下方还有一个12，很薄。10秒，延时。轻打，看白球，一贴。嗯，这个点位并没有完全贴到黄衣啊，上方还有的打。10秒，看这个安。4、3、2，推进。嗯，这个中带还不太好去 K 啊。右边来看一下，下方持库向上兜。嗯，直接能刮到个薄边，还不错。再看这位置，两边底带，角度好，来看这位置，红三有推过来，七右下。好，再推下来，六不要较直啊，黑八在上方，可以高杆一库啊。看看这白球够直就低杆，
白球不算好啊，中带还能打。打进。第六局，楚秉杰胜，比分4-2。大师经典，风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掌球技。第七局，楚秉杰开球。红三停到了袋口，好，来看这位置啊，上方单侧好选，上方三颗问题不大，下面还在量这个七较一啊。好，来看左下，推下来缝隙或者再往下大角度。10秒，延时。没问题啊，刚好够打。白球再弹起来太轻了，六号没有叫到啊，只能是四号的左上了。10秒，
后了，没有打进。摆球下来，右下方看十一角度，争取往上走啊。上方可以挑九，再把十三打了，然后左边中单有十，再往上。看白球，十五下来啊，这个位置呢，角度合适，直接可以调九的左下，这样来一个左边中带的十，跟右边十三调黑八。哎，稍稍的用点小低杆点进啊。好，中带十，右下十三。没问题。第七局，楚秉杰胜，比分五比二。谢谢。第八局，庞春晓开球。开球时机。两球，弧线不够啊。请稍等。继续击打。好，来看一下中带。再来，左边。中杆下来，右中还有，左下也是没问题的，这里可以把十二先打了，这个球是稍微有点难的啊，叫到这个位置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没问题，嗯，继续，再来看左下。把十打完之后呢，来看看九号的一个带口。
好，点进过来，右下还有这个位置呢，顶完之后呢，打持一角度刚好，推点左塞高杆边库向上，继续拿中带调九的右下，再来中高杆右边蹬过来一点点黑八左下，第八局出品决胜，比分6-2。谢谢。有球炸进，这个点位右下七号，一打一 K 啊，中台这边还有黄一可以衔接。角度，再来啊，稍微的立点杆尾，带点低杆从左边下来，来看这位置，有角度啊，低杆右上方五六同带，再走轻了，有角度，来看看右边啊，有机会还可以 K 一下，横过来，左下方没有挡，正常打，杆法稍低点，再来，第九局出品决胜，比分7-2，开球新台，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好的，各位，在这个暂停时刻，我们要来一道不一样的互动，有奖问答。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特别好看，特别好打，皮尔利太极特别版，我的选择。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注重打感，选奥斯本兹。传闻上古时期，元神将六件神兵散落凡间，天下名士皆寻而不得。直到今天，兵甲现世。好杆法，用兵甲。大师经典，风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找球技。军五百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正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感，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正红。传闻上古时期，元神将六件神兵散落凡间，直到今天，兵甲现世。好杆法，用兵甲。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唐春晓开球。
中带的二号进球，啊，白球呢在下方，白球也吃到了中带的上沿带角的位置啊。选颜色，上方中带有四，好，弹起，右中还有，下方三六减一颗，哎，这盘就看看叫五号位啊，正常来看的话，叫的画面左边打五号的右下，也比量了一下这个位置啊，叫过来，弹起，角度，还可以，向下的角度啊。需要发力的用低杆，两库看这个位置，再走，轻了。这黑八应该还不太好打啊，尤其是在右边两个花色的中间缝隙的位置。看看准度，不好打啊，也是一个保点进球啊。准。第十局，唐军小胜，比分3-7，看球均台。谢谢。第一局，楚秉杰开球。炸进。看位置啊，左边12号，右边7，选颜色没问题。中带下方呢有一个黄衣跟12啊，要看看过渡球。打花色可以，
花色上手打十二，又向下角度，就有机会可以吃库呢，去兜下这个黄衣的位置啊。好 ，K 到 ，K 到之后呢，这个时候来看花色啊，十号呢叫到一个二六缝隙是没问题的，右下方花色单独打，可以考虑最后留着十五呢，右边推下来。然后呢，八号的左下角，八号下方呢，两边都有。把十四打了，九打了，留十一向下。先过来啊，先把缝隙里这个球打掉，后面我直接就拿九跟十一叫十五。啊，这个还有点直啊，这个球得发力的中杆，看这位置怎么样，还行。继续啊，稍微带点低杆。一定要留向下的角度。角度还不错啊，稍微带点低杆，左下方下来，把十五叫的直一点，或者一点点向右也可以。轻轻打进，让过红三。交道，第十一局出品结胜，比分八比三，开球清台，谢谢。第十二局，唐尊小开球。中带左边十一炸进，上方的带口右边有一颗黄衣单色，选球。单侧中高杆啊，推弹过来，再走有点轻，力量太轻了，太轻可以下来呢，先往左下方叫啊，前面是比量过，这个三号的中带二号左中这都没问题啊，你要解决下方这三六，捡一颗啊，三号捡一颗，
再走。中单有叫到了啊，解决了这个难点之后呢，其他就可以正常进攻了。把六打掉，然后看这边要留一颗往上去叫右中。角度是关键，目前来看啊，这个八号球的左下方是够的。二号再来，打进。好，来看这个点位，上方五，白球位置，还可以，应该是比较直的啊。这杆球稍微带点低杆啊，左下方是有的。长春小胜，比分4-8，开球精彩。谢谢。三局，楚秉杰开球。继续扎进，白球上方。这五还有的打，右上方单色是有的打的。看这杆想法啊，上方单色。好，下方一勾。犯规。掉带了。选颜色阶段呢，犯规是不算选定颜色的，唐春晓还可以去选。摆了一个中带，打进之后呢，右下方是可以打的。打进右下没问题啊，右下没问题的话，来看这位置啊，左上七可以剪掉。
四号球，小低杆一点，往左边一横。哟，这球太轻了。上方再准一杆，而且出杆小心啊，不要碰球犯规。薄了薄了，漏机会了，十一打进，把十再打进，然后上方呢用十四号 K 一下边库的十三，好，十号啊，这个角度可以自然的高杆，从下往上避开黑八，哟。这杆球打的没有打进，左下带一些左塞低杆呢，往右上叫红三啊，这个叫的位置呢最好不要叫成太远去够着打，还好右上方带着低杆准进下来，继续啊，左下。第十三局，长春小胜，比分5-8。谢谢。第十四局，唐春晓开球。力量不够。开球失机，唐春晓两次开球失机，再有一次判负一局。累计了两次开球失机了已经。请稍等。继
续记得。选颜色，花色中间十一号。一打一顶，左下跟右中都有。过来再看一眼十三号的右中，上方准一杆啊，有运气球，再来左下看这杆白球过来，右中有啊，前面已经看过一杆了，高杆向上推，稍微的有点轻，上方两边中带跟右下都是没问题的，这个二球如果再往上一点会更好，把这个十五较直点，打九带条，看白球位置啊，再走中带交道，往前稍稍推一点点，继续留一个斜向角度，用右下方来调黑八，好，来看这杆啊，正常的中低杆就可以十号跟黑八同带，推了一杆变成左边的中带啊，出品结胜，比分9-5，谢谢。第十五局，楚秉杰开球。
继续炸进啊。选球的话十五号右中，然后带一些中低杆，左边下来 K 黄一，轻轻打标连击，右边下方再来底带，看角度啊，有向右的话稍稍用中杠右边蹬一点点，左下还有，再来轻轻推弹起，右中再来，再来中带，第十五局出饼结胜，比分10-5，开球星台，谢谢。第十六局，唐春晓开球。直接的大力炸了，看左下花色，一推一顶，有下方来看啊，可以出杆的话稍稍带点低杆，但是注意不要碰六号球，继续，看这杆啊，有角度中高杆上去之后可以调14，这杆看想法，要调14你就还要再下来，先叫了个下方球啊，角度
首先看啊，向右有的话，正常的中低杆发力，右上方上去了，有，要发力，不能太轻。角度好，再来中高杆左边下来八中带，比分11-5，谢谢。第17局，楚秉杰开球。继续的炸进。看左边啊，有角度向上呢，把红三这个位置呢带一下。稍稍带一点低杆。可以到。哟，这白球右上方打不了，只能下方七。中低杆向上，来看啊，右上黄一友啊，正常高杆就可以了。再来中高杆上方两库下来，第17局楚秉杰胜，比分12-5，开球先台。
第十八局，唐春晓开球。大力的炸球，还是中袋没有炸进。单色，打后了，漏了红三，打红三高杆，一顶十一，把五减掉。这杆打七要往上多走一点点啊，过开球线都可以。先看方向，有向上的话，稍稍带一点点中高杆的右塞吃库，然后上方钻缝隙往上走，旋转稍微强一点。看白球啊，右上有，继续打进六，左边四。好，看角度，再蹬下来，还可以继续啊，中高杆右上。打进。第十八局，唐春晓胜，比分6-12。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小麦皮头轻松上手，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特别好看，特别好打，皮尔利太极特别版，我的选择。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注重打感，选奥斯本兹。传闻上古时期，元神将六件神兵散落凡间，天下名士皆寻而不得。直到今天，兵甲现世。好杆法，用兵甲。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九局，楚秉杰开球。有球炸进。选球，
单色。打进没问题啊。有下再来。打进啊，白球。好，上方再来。打进弹起黄一叫中带。看这角度啊，左下方四叫的稍微直点，八号可以调右中。第十九局出局决胜，比分13-6，开球清台，谢谢。第二十局，唐春晓开球。左下方进球。看一下选球，打进单侧起来，黄一右下有，上方来看一下这位置，红三不好交位，都可以拿掉。这里呢，打一打二打四叫七，七下来叫八是没问题的。红三其实这个接应角度呢帮助不大。
再来二号球，稍微有点低杆角度还不错，打稍微薄一点，稍微薄一点，带一点中低杆左边上去，看一下左下，准一杆，第二十局王尊小胜，比分7-13，开球清盘，谢谢。第21局，楚秉杰开球。有球扎进，下方右中，犯规。白球左下方吊带，自由球，来看一下13号，轻蹭了一下，有这球不好打了，右边横向底带看不到，要看看中带这边，10号，不好打，那变成上方的9，打进白球，又 K 了一下对方球，中带还有，轻轻推下，没问题，再来中带，第21局长春小胜，比分8-13，谢谢。
第22局，唐春晓开球。犯规。白球。先后自由球，先后自由球，花色，一打一顶，中带有高杆向上，左上方两颗。十秒，五，打进，上方再来，十一也有。看角度，向下，十五下方两边底带都有。白球位置看一下啊，底带还有的打，中带角度是向上的。十五号，这杆球叫的角度还有点大啊，可以稍微下点低杆，右上方黑八打左下。要推，从上方下来，看白球位置，再走中带。比分14-8，谢谢。
第23局，楚秉杰开球。有球扎进，选颜色，打进花色。啊，好。好，再来十一，稍微打薄一点点啊，带一点点右塞高杆，支库出来，左下方十五中带十向上。十二的右中是一个很好调十四左上的一个位置。先调了一杆啊，那么看这个位置十中带有点后斯诺，白球，直接叫到啊，没问题，非常好，左上打进，中带下来。再来啊，中杆左边下来。没问题啊，下方自然的推下往右边弹，左边中带都可以叫。第23局，楚秉杰胜，比分15-8，开球清台，谢谢。第24局，唐春晓开球。大力炸，炸进。
看一下中袋，四号打进，六减掉，左上绕两库过来看白球，看不到，那么下方三一这个位置再过渡贴球，看这位置啊，左下方再打一颗，然后再拿黄一向上啊，因为上方的五是上一杆没有叫到，来看这个点位啊，右边边库缝隙出来的话，这个球中高杆的右塞要稍微强一点点，出来左下，第二十四局唐军小胜，比分9-15，开球先开，谢谢。显神功。第二十五局，楚秉杰开球。继续的炸进。看一下右上啊，花色13，打进，再来右下方10号没问题，低杆过来，左边稍微打厚一点点，稍微带一点点右塞，吃库向上15，叫的稍微直一点，然后再往上走。再推，看白球啊，角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来看白球，点进没问题，中带有，小低杆往下一走。右下。
第二十五局出饼结胜，比分16-9，开球清盘，谢谢。26局，唐春晓开球。犯规。白球，右上方吊带，先后自由球。先后自由球，黄一下方一顶，来看四号的右下，11号。直接第一杆啊，好，上来之后看左上，这个位置继续啊，可以再考虑第一杆往回缩一点，然后再叫右上的五号。再来高杆上方，本着右下来。过黑八，左下两颗，小低杆。白球位置，中带没问题。第26局出饼结胜，比分17-9，谢谢。27局，出饼结开球。
继续的炸进。选颜色，单色，右中。一推顶，看八号，弹起，再来啊，把六打进向上，上方三颗打进下来，用右下的单色叫黑八左边的底带。好，来看这个杆，打五的话可以调一个二号的左中。打进二，黄一下来，红三交出一点向左的角度推下来，角度中低杆，没问题。第二十七局出品结胜，比分18-9，开球清台，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开局局，谢谢。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特别好看，特别好打，皮尔利太极特别版，我的选择。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传闻上古时期，元神将六件神兵散落凡间，直到今天，兵甲现世。好杆法，用兵甲。是经典，分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找球技。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二十局，唐春晓开球。看一下选球，抢十九的比赛，目前楚秉杰已经是到了赛点，而且这盘呢现在是有球权，上手黄一。好，再来，上方呢三二打进下来之后呢四中带，继续往左边下方看啊，这里边六中带没问题，七底带没问题，好，五，五右边没有，要打左边，嗯，看这杆啊。下方七，想先挑一杆五号，看这白球，一顶，再来六，第一杆向上，二叫四，四从右边下来叫五。这场也是败部的决赛，十秒，六号，角度有。但是稍微的有点大，这球角度还有点大，要直接来吗？来看看这杆啊，是不是要直接来？高杆两库叫五号，好，五号左下。再来看这个角度，白球在砖缝隙上去，右上一杆准度，中杆登起，八号左下，没有打进，很关键的一局。这球打得太厚了，来看十四，推弹起，好，十三有，再来看角度还是有点向下，调到这个位置，九，中杆弹起，十号右下，
没挡住袋口啊，上方漏了。这场比赛获胜方呢将在明天对阵赵如亮，最后的决赛。好，下来中袋，没问题。本场比赛结束，楚炳杰胜，比分19-9，恭喜。好，谢谢，恭喜楚炳杰在败部的决赛里边赢下本场比赛，将在明天的下午15:30对阵赵如亮。而唐春晓呢，很遗憾输掉比赛之后，I see your monsters, I see your pain.